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各注第1079页，1079页啊，第一行看起啊，第一行看起，勤修坚持第46。这一品行是释迦牟尼佛付诸流通啊，诸佛诸护无上身法，无上身法难遇，请看经文。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舍利无为无碍无着甚深之法，即般若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一可遇，能说法人也难开始，坚固身心，时宜难走。经里面所说的，无上身法，难得。开经记说的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遇到了，无比的幸运，请看念老的注解啊，这一篇首段，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首段为付诸护持本经，无上身法者，往生论注里面说无上，此道穷离尽性，
更无过上，过是超过，上是更上一层，没有。这是一切法的顶尖了，无上法是涅槃啊，大般涅槃。制度论里头说，是故知无法生涅槃者，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涅槃是讲到究竟圆满啊，实力如来所有这十种利用，大德大能。下面把这实例了注出来了，在这个注解里头通通都有啊，很完整这一段。第一，觉是处非处之力，处道理之意，知万物的道理，道理非道理，这是第一个。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难啊，我们对一切法的道理迷了。这十种力是在讲，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自信本具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这十种能力显不出来，不起作用的啊！可见的迷雾关系很重要。学佛学什么？就是要学开悟，恢复自信本有的能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从古代释迦牟尼佛看起，他给我们表演，希望我们看到这些表演对于自己本具的智慧的能无量无边的，不再怀疑了，这样就好啊！啊，如果怀疑，那是佛有，我们是凡夫，怎么可能有？这个观念错了。这个观念让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。啊，所以自信、清净心一定要恢复。佛用的方法是戒定慧，慧是本有的，怎么把慧找出来？要修定啊！什么是定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大定。我们见色看得清楚，闻音声也听得清楚，这都是自信般若智慧啊！我们看不清楚，听不清楚，这就障碍出来了啊！什么障碍？烦恼
无明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尘刹烦恼，修行不是修别的，放下烦恼而已啊。我们眼见色，看得清楚，不放在心上，对了。啊，不放在心上，就是放下了。智慧就会开了，放在心上，他把智慧障碍了。啊，你看凡夫，见色闻声，都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四大类的烦恼同时起来，所以自信里的般若智慧的能不能现前的。啊，鉴定慧是自信本有的，通通不能现前，错了。啊，真正修行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锻炼的，念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佛。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还有分别，没执着了，阿罗汉。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的接触，意识念头妄想妄念，有六根接触六尘，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凡夫，六道凡夫啊，没有分别执着的是佛陀，还有执着就是凡夫。执着有善有恶，善感得三善道，恶则会堕三恶道。佛是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说出来，让我们牢牢地记住，真正用功就是见色闻声没关系，没事，只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。话说的容易，几个人能做到？我学了，60多年了，有没有做到？没做到，起心动念做不到。啊，分别执着还有那么一点点，十分之一吧。不彻底，不究竟，还是不得受用。啊，但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真的是无量的欢喜啊！知道什么呢？这种功夫我们做不到，还有一个出路。信愿持名，
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修行很困难，极乐世界这个环境修行很容易啊。第一个，寿命很长，佛无量寿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佛一样无量寿，寿命长，有的是时间好好学啊，老师好。我们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，佛过世，到今年中国人过去的计算的方法3000多年了。啊，外国人讲2500年。到底哪个说法正确？黄念祖老居士在《进修捷要报恩谈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《进修捷要报恩谈》这部书是念老最后的一部著作，整个的内容是讲的佛法，可以把它当作佛学概论看。你看了之后对整个佛法就明白了啊，这份资料太好了。佛法明白了，他是什么明白了，我们如何下手，如何修行，达到我们的愿望。我们的愿望不想再搞生死轮回了，这是大家都搞明白搞清楚，轮回不是好事情。如何能够脱离生死轮回，成就无上道，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得通，保证你走得通，怎么保证法？这部经就是保证书。这本书为谁说的？自己要直下承当，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说的。我只要依这部书所说的理事啊，依教奉行，果报一定会现前，绝不会辜负你。这个重要啊。念老很慈悲，这一段呢注解的很详细，啊，先说舍利，第一个觉是处非处。处处者道理，知物质道理非道理之理，知无是万物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究竟是回什么事，
科学家都在研究，也有相当的成果，但是道理讲得不圆满。为什么不圆满？他没坚信，坚信就说圆满了。为什么？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万法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有这些东西？只要坚信，你就都明白了。坚信成佛了，成佛才明了啊。菩萨虽明了，不圆满的。啊，所以又知，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。做落地业得落果，因果相契为实处啊！什么因，什么样的果报，你真的知道，正确的知道，这叫实处。这是讲因果报应，整个宇宙离不开因果报应，万事万物一定有前因有后果啊，所以要记住，做善得善报，做恶得恶报，这是因果相契，这就是事处。造恶业希望乐报，因果相违，这废处啊，造恶决定得恶报，做善决定得善果，因果相应啊，因果决定不相悖。因果相悖呢，这是非处啊，没这个道理。有也无有是处，非处就是无有是处，这第一种。对于整个宇宙前因后果全明白了啊。第二呢，一业智力，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，或善不善，有漏无漏，佛都知道。所以遇到佛，遇到真正善知识，明心见性，他说的话真的。为什么？他有实质的，他不是凡夫，我们没有。我说这句话，提醒同学们，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人，海贤老和尚就是，他老人家前年走了，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啊，虽然走了，他的信徒不少，
跟他学佛的人很多，他是怎么教人的？他所教的讲的话，所教你修行的方法，是善处，必定有善果。他虽然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我常常告诉大家，老和尚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用的什么方法？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了92年，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，他心是定的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。他修什么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相信极乐世界真有，相信阿弥陀佛真有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他的愿望。他成功了，他真去了，去的瑞相非常稀有啊！他给我们讲，决定不是夸大，不是造谣，他多次见阿弥陀佛，也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！佛告诉他，你修得不错，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，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好榜样。他住世这么久，不是他自己有这么长的寿命的，是佛委托他的，让他多住几年啊，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叫《生战生》，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往生。所以他天天在等，非常留意每一个到山上来看他的人有没有带书。当然没人带书，为什么？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怎么会带书给他？啊，3年前真的有一个信徒带了这本书上山，他一看到一本书就问他，这是什么书啊？他就告诉老和尚，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，唯有生战生。老和尚一听非常高兴，无比的快乐，回到寮房穿袍打衣，主动要求给他照一张照片啊，这张照片又挂在我妈妈旁边。3天之后走了，没生病，走的时候半夜走的，有很多人跟他讲，老和尚预知时至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助念。老和尚告诉大家，我不要人助念，我自己会念啊，真的不要人助念。这是自信
本有的智慧啊。啊，第二种啊，第三种定智力，支柱禅定，解脱三昧之智力，参禅。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。有这种智慧，知道你的定功前身，知道你智慧透多少，啊，自信的智慧是透出了多少，多分。还是少分，圆满不圆满，这种智慧叫解脱三昧之智，智力啊，这第三种，第四种根智力，支柱众生，柱根上下随机施教。所以具不具备这种能力，对于自行化他了关系很大啊。像海鲜老和尚，他知啊，他这十种智都有啊，都具足啊，教化众生七七，他自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，成就无上道啊！大因缘呢，不是小事啊！他知道个人根性，一见面他就晓得，随机施教。啊，你是聪明人，他给你讲的深，你能体会。啊，根性差的人，他讲的浅。总而言之，你只要跟他接触，他给大众教诲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个个都是契机一切理，皆大欢喜。得有这个能力啊。第五，欲志力。欲是欲望，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觉之智力，众生的智慧，他晓得你是在哪个等级，他知道啊，初学。给你讲浅显的啊，你能够深解，他就给你讲得很深，别人听不懂，你就悟了。有这种能力啊，念了这几句，我在这念念，知他众生种种要义，个个不同，真的，一切众生欲望都不一样，菩萨知道，所以他有能力教化众生。
切记一切理，遇到菩萨没有不得真实利益的。那今天我们善根福德不够，跟菩萨不能起感应，跟佛就更不必说了。佛菩萨在哪里？遍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为什么没有看见？为什么没有听见？是自己的业障障碍住了，不是他不在，他在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相信，深信不疑。为什么？他是法身，法身没有相，没有现象。但是法身能现诸法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能现。现是法界，现我们今天所说的无有穷尽的空间、时间、万事万物，佛现的我们见不到，我们现的佛都知道，他没障碍了，我们有障碍。是我们依靠着科学，用科学的仪器来探测，知道小部分。机器越来越精密，窗口就越来越大。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。为什么会有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通通是念头所生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佛经上说的。这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佛教里都有科学。再过个二三十年，我相信科学家承认大乘佛法的经典是量子力学的最高峰。佛法是科学，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。让这些哲学家科学家来做证明。这是种力，是自性本具的。只要我们的障碍真的除掉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起心动念不清净，分别执着不清净，什么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对了，自性的实力，你的实力现前了。所以六道众生的要义各个不同。
啊，戒之力知道种种戒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，而如实普知，戒也是指种种境界，不但不相同，而且还是无量无边，有我们想象得到的，有想象不到的，想象不到的还是在想，不想就没事，什么也没有。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离开心想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古时候，除了真正修行人，有禅定的功夫，定生慧，他豁然大悟。今天虽然没有这个能力，有科学技术帮助我们，也能知道这一些东西。像量子发现物质现象下的，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，那不是真的，证明佛在经上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啊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，就要把它放下，就对了，自信会现前，自信里面功能无量无边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没有你不知道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。啊，与自信完全相应，这是菩萨了，菩萨当中的大菩萨啊，大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化身菩萨，正得化身还没有圆满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地菩萨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，他们的老师是诸佛如来，到究竟果德现前，那就成佛了，等觉菩萨。等觉还有一片无明，没破。这一片身相无明破了，就真的常寂光净土，极乐世界最高的阶层，常寂光。究竟圆满成佛了。我们要不能把这些搞清楚，不知道放下烦恼习气，大错了。啊，为什么经典上教我们如如不动？真修行人就是如如不动，不动说不起念头，
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一个念头起来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好境界。佛境界常住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好好啊，智慧现起，烦恼没有了，烦恼是假的。真真实实没有一样不知道，第七智处智理，知一切道智处相，知所修何教道品，这智何谓之智力，如无界摄善，你会得到人天果报。啊，无界摄善，人天。八正道的无漏法，一直到涅槃。他没有不知道的。第八，宿命之理，知众生一世乃至百千万世性命受妖苦乐，能知道一个人正道里面的无漏涅槃，涅槃里头也有等级的，阿罗汉的涅槃是小乘，菩萨的涅槃是大乘，究竟圆满的无上道称为究竟涅槃，圆满的涅槃。没有一样不知道，啊，第八宿命智力，能知道众生一世乃至百世千世万世生生世世，你的性命，你的寿命长短，你一生所受的苦乐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什么感想？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看这些文字是不是会想到，这是因果报应呢？他为什么会知道？他看到你造因，前世造因，这也是受报，
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你这一天喝多少吃水，吃多少粒米都清楚，你瞒不过他。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？自心本具。说穿了，这个能力人人都有，只是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，智慧不能现前。这十种智慧，一切诸佛具足，也就是一切众生也具足。众生本来是佛，现在迷成这个样子，原来受果报，道理在此地啊。造的业太多了，造的业太重了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问题是自己造的，与别人不相干的。这个事理总得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下面第九，天言之理。见众生受生舍报，生生死死，从何到来，向何到去，以及善恶业缘，何苦何乐，无障碍的治理。谁有？阿罗汉就有。阿罗汉只能知道，现前一段不太长的时间，啊，知道三世，知道五世，知道百世，知道千世，跟佛不能说。佛是全知道，过去无量劫，未来无量劫，这当中业因果报，佛全知道。我们相信佛的话，句句是实话，没有一句是假话，也没有一句是夸大。佛是很诚恳地告诉我们，他这种能力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。为什么？自性本具的。慧能大师说得非常好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都在这里头。那只是佛这些德能它起作用，我们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迷了自性。只要把我们这些迷惑颠倒肯放下，自性就恢复了，就起作用了。所以放下看破两道门呢，先要放下，全都了解了，看破就是全明白了。
诸佛得到的智慧究竟圆满，菩萨差一点也不错了，阿罗汉再差一点，事先给我们看的，我们放下多少，佛是彻底放下，不起心不动念。菩萨放下了还起心动念，阿罗汉放下了还有分别，没执着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我们圆满的成就，能达到佛同样的境界，只要相信这部经上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没有欢喜，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要求生，我生到极乐世界，所有问题全解决了，不必一样一样来，全解决了，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，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们遇到了，所以生大欢喜，像夏莲老一样啊，那个喜乐手舞足蹈，好几天都停不住啊。为什么这么喜欢？知道自己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成功，没有遇到净土法门，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无量的欢喜，我这一生决定成佛，到极乐世界就是决定成佛，啊，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，能如实智，不受后有之智慧，漏尽之力啊，不受后有的智力就生起来了。始终智慧是自信本具的德能，不是外头有的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修到此地，下面无为无爱无著，都是自信本具的大德大能，我们的根本就是无明啊，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啊，对于什么事情真相完全不知道，在里面猜测，在里头打妄想，那我们到底怎么办？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我相信自性本具的德能，因为念佛会显示出来，一年跟一年不一样，这是好事情，证明佛的教诲是真的，
不是假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